你愿意嫁给我吗？OK， 话不多说，我们请出今天最帅气的舞蹈团。Our heroes have been forgotten. Our heroes, oh, they got old. Our heroes have been forgotten. Our heroes, so brave and bold. Our heroes have been forgotten. Our heroes, oh, they got old. Our heroes, oh, they got old. Our heroes, oh, they got old. 等等，Bro， 等下音乐 stop 掉先，可以起吗？可以起，There's not much to do when all I can is thinking about you. Not doing well. Don't know where you are, 'cause you're not here. It's been way too long. If I could lay down beside you. Dear.这是我给你爱的宣言，这个求婚活动是我一天一天一点一滴存下来的钱来办的，我希望这颗戒指将会是你心目中最闪亮的那一颗。我现在想要对你说，蔡依文，我想要向你求婚，你愿意嫁给我吗？Oh,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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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without you, I won't lie. Even if you're gone, I won't forget you. You're all I know, what I need, and that ain't changing. If I could lay down beside you, I would, I would. When nothing really matters, that's all I want.谢谢你一路以来的陪伴，因为你我才知道幸福这两个字的真正意义。 And then 我希望今天过后我的这个戒指能绑着你的心。对，因为三年前告白的时候我是用脚链绑着他的脚，三年后的今天我想用这个戒指绑着你的心。对，今天是2月21日，也是我们新的一个纪念日。我想要说没有啊，其实我只是想说我爱你了。除了我爱你，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语言可以对你说了。应该说最感动吧，就是他遇到你，因为一直以来我知道他给人家欺负的，所以他又不讲话，可是我懂，然后我都知道他给人家欺负。当有一次的时候，他不懂发了什么脾气，但是我不可以讲他 ，OK？ 他就有发了一件事情的脾气，过后他就跟我讲，不用紧 ，Kitty 很生气哦。然后我就放心了一下，终于不用我去照顾以梦这个人了。所以我就觉得，Kitty 真的很好。其实一直以来呢，讲真的，那么多年来，其实我们两个心目中都一直很感谢小爱。就是最感谢的是他，因为其实我们一开始三年前很辛苦的时候，就我自己是做着跳舞的行业的，然后他是在做着他的东西，也因为小爱一直的帮我们，虽然他不是在金钱上的帮我们，就是他一直的给予我们机会，就 HSA Entertainment 啊，就这些机会我们都很珍惜。说三年后的我们，其实我觉得我们不是讲很有钱大红大紫什么，但是这些东西，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些费用啊，我们现在有的成就，我觉得很大的成绩都是来自于小爱给我们的机会。那我对 Yvonne 的印象就是一个红头发的女孩子，然后就觉得你就很感觉很高冷，不敢靠近。然后过后就看到第一次跟 Yvonne 合作的时候，是真的是在录一个 cover， 是真的帮 Yvonne 录，然后还有帮 Yvonne 拍 MV。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 Yvonne 是很认真在经营他的事业的一个人。然后 Yvonne 是从零开始的，然后之后就有跟大家一起去 hang out 的时候，就有认识 Keen 这个人。然后 Keen 对 Keen 的印象就觉得他是一个很贴心，而且我觉得他很爱 Yvonne， 因为在 Yvonne 身体不舒服的时候的那一段时期 ，Keen 很辛苦，然后很多时候他要确保你安全，确保你健康，然后他很多时候我觉得他可能没有很多时候他会收藏在心里，他真的很爱你，然后我觉得他 the fact that 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你是很多我们都应该学习的。我觉得 Yvonne 跟 Keen 很配啦，不过 Yvonne 也很有本事，因为在这样多竞争者当中锁住了 Keen 的心，绑住了 Keen 的胃，因为 Keen 条件也不错，但是 Keen 也很有福气也很有这个福气可以找到 Yvonne， 因为 Yvonne 很乖，很帮得上忙，对吗？也会跟 Keen 交流很多东西，教 Keen 很多，帮助 Keen 很多这样子。我们第一次见面那时候他脸超红，喝到醉醉呢。Hello， 我很喜欢 Yvonne， 他来跟我讲，没有啦。然后还有就是，我相信 Yvonne， Key and 跟 Yvonne 以后一定会越来越成功，然后 Key and Entertainment 也会越来越厉害。然后老板带我们飞，谢谢。因为每一次他跟我在埋怨你的东西过后啦，一直讲你好像这个又不可以，那个不可以，在那里。但是到最后。他像 Alan 刚才讲的真的很对，他们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情侣的榜样啊。因为他们就算怎么吵，怎样去就是好像跟 brother 讲，这是很合理的，但是当他们回到家的时候都会很恩爱。然后另外一天有一天他是离家出走了，然后我问他说没有回来了，所以我是觉得他们真的是
我们值得学习啊。然后我也希望你们可以恩恩爱爱顺顺利利好好的走下去啦。大家要互相的珍惜对方，然后携手到老，祝福你们，就希望你早生贵子，对，然后你的孩子我一定会照顾的，然后请你们继续发光，然后我们都很骄傲，加油，为你们祝福，为你们欢笑，祝你们永远相爱，携手共度美丽人生，因为永远在你左右。明年你我求婚成功。